有种毒液假叫迪丽热巴，当镜头拉近时，网友不淡定了。提到迪丽热巴，相信大家对她应该不陌生吧。她是一名在娱乐圈中名气相当高的一位女艺人，在她所代表的影视作品都会给观众们带来许多深刻的印象。迪丽热巴的演技是相当不错的，在她出演的每一个角色都会将情绪完全地投入了这个角色当中。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总是能适当地传递出情绪。有种毒液假叫迪丽热巴，在前段时间迪丽热巴在节目中，她手上的指甲也是引起不少网友注意。接下来小编就带你们去看看吧。当镜头拉近的时候，很多人看到她的毒液指甲的时候是非常的害怕，而且有一种腹黑的感觉。不少网友看到这张照片后都不淡定了。